各位朋友好，我是郑匡宇。在这个月呢，我有一堂课叫做恋爱直达车，教你怎么样从认识到约会到能够结婚并且维持长期的关系。而就在昨天，我开了一个恋爱直达车的体验课。在这个体验课上，有一位同学啊，他在跟我聊了几句之后啊，我立刻告诉他他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一看就是一个好人，然后呢，透过他描述跟女孩子相处的方式，其实我就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啊，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并且从来不觉得自己值得一份美好的爱情跟那个他想追求的女生。当你内心深处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很难去跟你自己心仪的对象交往。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Sorry， 可能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可能跟你成长过程中啊，受到太多的这个社会思想观念的钳制有关。什么样的思想观念钳制呢？比如说，我们在从小的教育里头，或者你看到所有的这些书籍里头，是不是都在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好棒，然后呢，这个男生像一个宅男，痴痴的看着她美丽的身影，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跟她在一起，又或者要做很多很多努力，才能够追求到这个女生，不是吗？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受到这种垃圾思想的时候，你一看到一个女孩子，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追她，那么追就代表她在比较高的位置，你在比较低的位置，你要苦苦的追赶，你要耍猴戏，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赢得她的欢心。可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这么一回事。现实世界中，你要做的东西就是吸引，你做所有的事情，想办法，当你一看到这个女生的时候，一遇到她的时候，你的机制马上就开始了，想办法用尽各种方法来吸引她。那在吸引的方式呢，在我课程里有详细的介绍。我还是想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内心的信念。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啊，即使是偏执的执念啊，就是很执着的一个信念，甚至被别人认为偏执也好，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在这个世上，你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各位，你难道不是吗？你当然是啊，你是从几千万个精子有啊有有才得以成为跟那个卵子结合的精子，对不对？然后才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OK， 所以当你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真的不断的自我提升，不断的自我提升，并且在过程之中相信自己当然值得一个美好的异性，然后你想要跟他在一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绝对不要相信一些垃圾的思想告诉你说，哎呀，你配不上他。各位，我告诉你，我们在社会上打滚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知道很多外表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女生，她的人生是非常残缺的，你知道吗？她可能教育背景不好，可能家庭背景不好，父母欠债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他自己呢情绪管理不好，所以你不要因为他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就先把自己想到矮一截。No， 你的心态是：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值得一个美好的恋情。我看到这个漂亮女生，她的确是漂亮，但是我想知道她还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可以跟我互相辉映，可以未来成为一个美好的伴侣。当你是用这种心态的去面对他的时候呢，相信我，你一定充满了自信，跟他说话也不会有问题。于是各位，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恋爱直达车的课程，我会让你结得了婚，并且能够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